我不喜欢别人站在我背后。是你解决掉那个野蛮人的吧？什么？我都知道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是住在一楼二号房的那个人吧？我知道你。嘿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，快来。这感觉里面还有东西。停下，那是我的猎物。只是看看而已。少废话，别那么紧张嘛。我不喜欢有人拿脚看我的猎物。一只死猪而已，别让我看见第二次。叔爷跟我作对。该死的老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喝吧，让你喝个够。